台上远警站一排接受表扬，因应警察节的到来，新北市警察之友会永和办事处特别举办第38届警察表扬大会。平时这些远警都很辛劳，查获不少酒驾或是公共危险各种犯罪事项，这回以奖金奖牌和礼品感谢他们的付出。今天的表扬是有破案有功的人员跟这个绩优的人员啊，这个所以啊。今天的表扬给他们一个鼓励，是希望我们永和分局各位警察先生小姐呀，这个在更加的努力把永和的治安这个交通都维持得很好。每年定期对表现优异的同仁颁发奖金给予鼓励，永和分局长叶尔燕不忘替同仁加油打气，持续秉持着牺牲奉献维护永和治安，全力以赴。这次总共表扬的人数总共有68位优秀的同仁，那这一年来我非常感谢我们全体同仁对永和地区治安的维护、交通的维护都非常好，非常的辛劳，为我们永和地区的治安继续努力，希望一天比一天好，我们的治安明年比今天会更好。在人口最稠密的都市服务，执勤的警察同仁秉持一贯用心为民服务的精神，未来也希望能让治安和交通都能更上层楼，努力扮演好人民保姆的角色。中央新闻李小峰永和报道。